我叫杜拉拉，我生于1979年12月31号。我常常跟我的妈妈抱怨，她当时她只要稍微努力一下，我就会是个80后了呀。我辛辛苦苦念了4年大学，总算毕业了吧，找工作有几破了头。要不是我那个知青去生的嘛，非坚持让我留在上海，我肯定不会在一家小破公司熬日子的。可是我大学毕业2年了，现在还是一个月赚3000多块的小白领。可是我坚信求小鸭肯定会变成白天鹅的，更何况我还不穷呢。拉拉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竟然抢了我的男朋友。我不是瞒着你的，我就是开不了这个口。什么都别说了。怎么回事？不长眼呢？怎么又是你？你没事吧？要去医院？不用不用，我没事。一看这样就知道没事。来，你看你把我的车弄成什么样了？这不能怪我，你的车突然冲出来，你还吓我跳呢。你还有你了是吧？你把我的车弄成这样，我怎么每次看见你都这么倒霉？上次是脸，这次是车。你是不知道，我第一在乎的就是我这张脸，第二就是我车。小姐，名不好不是你的错，出来客人就是你的不对。对，我没吃不好。受什么刺激了？脑袋有毛病吧？脑袋咋有毛病？你们男人都有毛病，没个好东西。你脑袋才有毛病呢！你把我的车弄成这样，我们男人同胞还集体得罪你了。小姐，我告诉你。你这么歇斯底里的样，没有男人敢咬你。男人不咬我，我不在乎，我不稀罕，我不稀罕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行，你没事我就走。走走，你们都走吧。杜小姐，你好，欢迎你来我们基金公司的面试，请坐。欢迎您。是你？是。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我们的题目只有一个，而且很简单。请你把这个蛋糕分成八份，蛋糕和笔数留一个，时间限制是2分钟，计时开始。还有1分钟。还有15秒。时间到了。你是第一个干动手切蛋糕的人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。你是说我录取了？我录取了，没想到你还是个好人啊。杜小姐。自录用也只是试用，具体能不能录用还要看你的表现。跟男朋友分手了，怎么了？你们俩几年了？上大学就开始了。怎么被别人抢走呢？我不算抢走了，我觉得他跟小鹏挺合适的，是我太没有女人味了。我看我是做不了贤妻良母了。那你得学啊，学学怎么做贤妻良母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靠我？公司这么大一项目，我都盯下来了。你盯的就是个雷。老板休假了，
我不顶谁顶？你真当你是耶稣基督啊？世界离了谁都能转。最后，王伟和杜拉拉成了男女朋友。杜拉拉的男朋友跟他的最好的朋友结婚了。当时杜拉拉不服输，他成功的被 DB 公司利用了。虽然他成功后竞争的同时还是他的情敌。但是最终，他还是遇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，收获了自己的幸福。杜拉拉告诉我们，爱拼啊，加油啊！耶！还拿眼泪。